欸，你很厉害呢吼，这样你都可以办公呢吼。对啊，善用空间。善用空间吼。怎样都可以。他就做这样子。就是看你想要怎么弄都可以。因为我们的小桌子被拿来外面了。对啊。所以他只能把这个桌板拿出来。刚好有带。刚好什么？刚好有带哦。有带哦。嗯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车子啊，这种东西就是看你想要怎么运用啊，因为。这东西都你自己准备，你要怎么运用都可以啊。嗯，你看我今天昨天也拿一个桌板，我拿一个桌板，然后呢拿了一个我的水桶，放在地上也是一个桌子。对啊，对啊，是不是都可以？没有一定要买什么东西才可以用，所以我觉得还好吧。嗯，对，随性很好，很凉啦，这里还蛮凉的啦。哦，要出门啊，总要那个一下。那如果配合夏天，我们就可以，哎，这样，哎，这个按下去会有电吗？啊，哦，对，就这样。你给我看我电风扇。哦，刚好把风灌进去。对啊。如果万一风向错的话，还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喝杯咖啡哈。嗯。哦，还有一点点的哦。差点点。没办法。你要想要呛我的咖啡的是不是？然后累了就怎样？对，像是那个想要面对海景跟那个、啊、海景模式，来海景模式。但是今天没有海景了，本来今天的行程要去海边的，是因为那个、啊、下雨，台风天，我们找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，像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桥下，像这样子。贵、欸，他走过来。刚面对那里，然后刚转过来，一看到我家那个冷气机上面是现在大叔的那个飞机的飞机房，是不是？怎么样都可以运用哈。真的是怎样都可以运用哎，是不是要善用自己车上所有？对啊，你看就吊钥匙，对不对？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风扇，哦，各式各样大小的 DC 风扇都有。对，我们家电风扇大概有5只吧。嗯，这个有2只。然后刚刚那个绿白色那个我有2只，嗯，一个是无线，一个是充电，两要插电，没有，这个标志的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对 ，lift。哦哦，哎，你看，我比较喜欢分什么？兄弟车啊，同集团的兄弟车哦，比较长45公分。布丁狗吗？啊，布丁狗。哦，对啊，你那时候怎么没买布丁狗？因为我小朋友喜欢天窗啊。哦。啊，布丁狗没有天窗。这个是标志的修理车啦，你看。哎，它外形真的跟布丁狗很像啊。人家这一台车博他们也这样子，你说睡几次？三四次。嗯，对。怎么样睡三个人？看一下。很厉害耶！Lamina 也出去睡过。Lamina 去睡双屿码头。哦。卖掉了。卖掉了。这台车就对了。学校很厉害，他们家睡三个人。像这样子，前面有没有？我这样子，这边200多公分嘞。有啊。有没有？然后来，老板娘，小车怎么解决那个上厕所的问题？来，打开一下，看一下。老板娘打开就好。这里来。行动马桶。行动马桶。这是小型的行动马桶。对，这是另外一种行动马桶，也顺便介绍一下给大家。人家他到底怎么运用？哎，对，看一下。他利用那个尿布。对。然后一样放个塑胶袋，然后把尿布放中间。嗯，啊，其他的尿布你看。然后呢，里面还有一个收纳空间。不，它整个拿起来。对。然后这个要拿起来。再问刀尾。哎呀。旁边可以放收纳的尿布跟垃圾袋。那一个尿布多少钱而已？5块。4块啊。哦，对啊，4、5块吧。而且买。你可以买最便宜的啊，又不是小孩要包的。对啊。买最便宜的尿布。最便宜的尿布。然后收起来，然后又干净。对，又干净。嗯，对。这个放在就那个睡觉的时候放在驾驶座旁边，对不对？放在驾驶座这边就好了。看我多聪明，这是我的车吧？放我女儿这边的脚边啦，因为女儿
身高不用那么高，可以。对，然后放那里也可以啊，很方便啊。你看，放脚边呢，他放脚边我都可以睡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两百多公分呢、欸？对啊，我这一百八。哎，所以你们有这个弧度，你们不会 OK？ 没带全部的东西。有平整嘛呢？没有啊，他现在没有变，他说他这个他都有变。啊。你不要让人家那不用不用。厚的瑜伽垫垫起来就会平了，就下面再垫就对了。对对。你他自己做，就是这个凹槽 V 型的凹槽给他那个平了。有一个这样压下去就。这个身体上去就没有这个妈，这个妈妈也是看我们的影片看到哈，成精了。那个出门的也 OK 啊，他说我再放个瑜伽垫也可以、啊。他也是被大叔的影片骗出来的。瑜伽垫没带。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今天没要睡啦，所以就是那个没带出门。然后东西都放上层，它可以压松。对啊，那个篮子啊，你那个百叠收纳箱，我也是我买了两个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上面。真的，它煮的时候就把它收纳箱哈，对不对？很好用哈。你那个折叠的那个，对对对，很有很有。快，以前在北横的那个，在那边煮东西的。对啊，北方便，而且北横那是在北横吗？有一次不知道的留下来啊，名词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路边的百叠收纳。对对。没错，错啦。而且这个榻榻米，这个榻榻米只要你去那个哪里买就买得到啦。对啊，一个三百多块。而且这好像它上面特价三个才八百八。这个又好整理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嗯。